这家不错，欢迎光临。二位请坐。二位想吃点什么呢？你们这儿的河豚是正宗的日本做法吗？这个小姐说日本河豚吗？咱中国才是吃河豚的鼻祖呢，几千年的《山海经》里边就有这方面的记载。 我家豚之味可是严格遵循中国传统美食文化腌制料理的，甭崇洋媚外，咱中国现在多牛啊！可是我现在只想吃普通的刺身啊，你这有吗？有啊，二位慢用，请慢用。你先尝尝。啊？你先尝尝，河豚不是有毒吗？你不尝，我们怎么敢吃啊？开玩笑嘛，我们家河豚要有毒，我早就被抓起来了。说的是啊。我们家每一条河豚呐，都是经过国家级卫生检疫部门检验合格的。这河豚是无毒河豚，它是用先进的控毒养殖法在自然海域里养殖出来的，放心吃吧。对，放心吃吧。你都不敢尝，我们凭什么吃啊？人跟人之间还是要多几分信任，我绝不会伤害你们的。这个，哎，可是，人间美味啊，可惜，他们不懂得欣赏。 回家去了，你又和妈妈吵架了。姨子搬过来，咱爷俩说会话。过会儿啊，你回家去，帮你老爸跟你妈说两句好听的。不帮，这都帮多少回了。 理解万岁嘛！爸，你不能让我们光临见你呀、啊！你什么时候也能理解一下这个家？我怎么不理解了？我这一天到晚忙来忙去的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？可是你这忙来忙去的都是瞎忙，也不知道妈妈的想法，也不想听我的想法。再这么忙下去，怕是家都被你忙没了。 哎呀，这些我难道不知道吗？哎，这本书写得好啊！你看，跳出重围，故国悲恋，谁知歌罢胜空言。我特喜欢这句话。那句是别人写的，老爸。 你不能老是唉声叹气的。哪有什么办法呀？哎，小四，你这书写了这么多字，要是哪天写不下去了，可怎么办？写不下去就玩游戏啊，放松自己，就能放下一切，有的时候反而更有灵感。那你改天带你老爸也去玩玩游戏呗。 哦，不，你可玩不了那东西。那老爸怎么放松自己，努力创新啊？这个，你要想放松，就先别努力创新了。哎，你可以带着老妈一起去散散心，旅旅游。哦，为啥呀？我是这样想的。
你和老妈呢，去尝尝各地的名菜和创新料理，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。等你们回来了，老妈的气也消了，你的料理也就有了新的灵感。有道理。你答应了？遵命。爸，这是送你的。哎呦，你没事送我什么礼物啊？什么呀？哎，你看嘛，袜子。袜子？我这。我自己都没有发现。哎呀，还是女儿心疼老爸呀。哎呀，老爸，你别喝了，我们该回家了。再喝一口，就一口。小林，